我们的车停在理塘这边的温泉村，这里是一个温泉村。我两口子刚刚剪的视频，没事嘛，我们上午到的时候，中午到的，中午到的时候就说了，就说我们晚上来泡温泉。结果刚刚我们来的时候生意特别的好，有点打挤，就只有这种一个的了。本来我们想是要两个的，一边一个，那种是50一间，结果没有了，只有这种一个大的盆子，两个人就40，管他嘞。其实我不想和你一起泡，我也不想和你一起泡，真的。但是那个没办法，非要在一起泡。他们这边是一个温泉村，里面好多这种温泉山庄、温泉酒店。来呗，咱也泡一下呗。加上这边停车不收费，对不？这里来泡了也等于不可能那种白占别人的便宜啊，人嘛，对不？这带了这么大两包来是带的啥呀？我就拿了个相机、一包烟和一个手机。我带了一点吃的，我悄悄告诉你吧。还带有吃的呀？对呀、啊，拿出来咯。还拿点酒吗？对呀、啊。我都是醉了，这婆娘还有点情调了，还有豆腐干，还有牛肉，还有牛肉干，还有什么福豆？哦哟，真的是人才哟！我发现你。一大堆先放这里。那一包是啥？那一包就洗啊，什么香皂啊、毛巾啊。哦。还穿的呀？要拿出来看吗？嗯，那就不用了。这还拿点酒，酒杯这些拿没得嘛？酒杯。好像没拿酒杯来，就这样抱着瓶酒喝呗。哦，那咱一人一口喝起来。行。这现在这水放的好像烟子刚刚的嘞，这里面有那种热气了。嗯。小酒来倒上。哎呀，我去，这是人生第一盘哦。这泡着澡，喝着酒。嘿嘿，不要倒太满了。真的，我感觉咱家黑妹是个人才，我想都没想到这点，他还偷偷的把他扛好，这慢慢的晕了，等会那气给跑掉了，不 OK 啊，对不？来吧，小酒喝起吧。朋友们，说老实话，这咱都不敢倒满了，这已经不知道是喝第四杯还是第五杯了，因为。每一次拍来都怕违规，那这看到了对不？这玩意儿没啥看头，不，光是怕违规啊！这拍了喝，拍了喝，拍了喝，我这店都快拍完了。嚯嚯嚯嚯嚯！啊，咱就想拍一下那种感觉。再看，他那个叫什么？牛肉都吃完一包啊！嗯，要的就是那种感觉啊！你看到我没？满头大汗。为啥我不热呢？应该是你不虚呗，我虚了呗。不是，我可能就去攒这个相机去了，弄来弄去，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下来，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下来。来吧，这麻辣吃了。这一盘应该没问题了，干的。干的。干。我要慢慢喝。小酒怡情，不能一口就干了。这个应该咱既然来了，应该要泡好久吧？不知道，他好像泡个一个小时或者40分钟应该要吧？好像没规定时间吧？要把汗水泡出来是吧？那再开点热水呗，烫呗。行。这一天到黑，那姜就洗洗就得了吧，对不？40块钱你还想泡出400的感觉吧？一天到黑。这洗着洗着，咱两口子把水给喝完了，好像感觉没喝多少啊。那刚刚水我们洗的时候在这里，这视频一拍，这水就跑到这下面来了。这玩意儿，哎呀，这冷的给它关小一点，热的来大一点。这一股是特别烫的水，应该就是直接从那温泉里面转起来的。因为他们这一个村，刚刚我都说了嘛，我们去逛了一下的，刚刚一天已经黑了，我没有拍，因为拍出来那种噪点特别多。他就转了一口温泉出来，
签了很多管道，每一家每一户都签有这种管道，可能转的温泉出来比较烫，这还冲了一点冷水，又放着呗。我感觉我现在脸上好多汗水哟、哦，这是虚了的节奏吗？还是怎么的？虚了，多喝点酒，给你送起来了。这个是驱寒的，是不？对呀，年年益寿啊。哎呀，90粮食斤啊，越喝越年轻。感觉那种感觉又是不一样的了。多出点汗应该要好一点，知道不？我感觉的话，不然来泡温泉干啥？在这里泡了，黑妹还不怎么舒服。太热了，赶紧吹一下。他跑到了窗户那里去通气去了。这里真的是，那个。他这个空间太密闭了。他关键是这里面，他就是要的那种感觉。他这里面就总共就几个平米的屋子里面，他又没得什么暖气的。最初我进来的时候，我以为这玩意儿是暖气片，结果不是，这个是瓷砖，对不？他如果说不是这种密闭的空间的话，那肯定你洗着冷啊。但是通一下风感觉就好了，他只是太热了。是不是小酒多喝了两口喽？就是没喝多少，咱俩就喝了3-4粮酒。妈妈这关键是没啥菜，就点豆腐干和牛肉干。用我们把垃圾带走。垃圾带不带走都无所谓，他这里不是有垃圾桶吗？我们这里有垃圾袋吗？啊，行，把它带着走吧。我也没甩啥，就甩了两个烟头，我都出息了的。那带着走不？随便你呗。那既然有袋子的话，那就带着走吧。行，把这些垃圾给收拾一下吧。这个小温泉给你泡着，还是挺爽的。感觉挺舒服的，我泡了感觉浑身轻松多了。他泡了就有一点那种像蒸桑拿的感觉。啊啊，对，人家浑身那种血管感觉通透了。走，真的到车上去了。